雨那么大，我知道大家有信心，我很感动，但我绝对不会掉眼泪，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我们赢回来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赢回对台湾的使命，好不好？我这两天啊，回去南部，对我的故乡出发，我的家乡走走，我到今天去高雄回来。人讲南部什么力量出奖，我真正看无呢。我回去的时阵，吼，家己好子民扬东郊，大到水上。我沿路吼，车队咧扫街，我安行过，安甲哔哔哔 ，OK。哦，大家吼，足侪对店内底冲出来，啊，人车窗摇落来，你 OK？ 刷咧楼顶个阿妈，妈安尼甲你比 OK？ 伊拢讲一句：哎呦，咱支持万事拢 OK， 人民就好，大家 OK 对不对？唔难论。我看到无分党派的人，拢把我撞出来，不管伊是甚物党，南部人情义相挺以外，南部人是看到政党做无好，伊要叫伊落台，伊期待要落台的声音，等七年外，所以有媒体咧问我一句话讲：你是来南部拔庄呢？你南部伊来来拔庄呢？我无，我不是来化妆，我是来听人民的声音，人民的期待，就是政党轮替的期待。刚刚讲，明天12月24号是平安夜，后天是什么日子？行宪纪念日，对不对？侯市长有很多的政见，其中一条我很喜欢，就是。行宪纪念日要放假，好不好？一方面放假嘛，大家都高兴，对不对？另一方面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明天晚上都要去跳舞啊，快乐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天还可以休息，现在第二天还要上课，那明天晚上怎么去欢乐啊？所以侯市长这个主张啊，不但是有意义，行宪纪念日，民进党根本不尊重我们的宪法。同时让年轻人明天晚上你要通宵达旦玩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虽然侯市长的政见很多，我觉得这一条是我认为最好的政见之一。他好的政见还有很多了啊，所以我在这边再强调一次，侯友宜市长是我的老大。